Hello，荧幕反的，他说他只能用直视的，只能用直视的。就他应该要有声音直视直了。播啊。哎，你好尴尬啊！我刚才完全没有声音耶。你要再重来一次。我有听到 Hello 了。哎，这也累得太多了。有声音了吗？Hello，欢迎来到新姿势的活动。我们今天是 Hornet 的健康大使。Oh my god，关掉！团 康活动。那刚才呢，有一些技术上的失误，毕竟呢，我们都不是网红嘛。毕竟我们是一些那个卫教的防疫团体。那我是变装皇后主持人非凡，今天很开心的呢，请到两个我们的 Hornet 健康大使，一个是我们的健康大使，来自台中基地的。俊俊辣宝贝，后面是，嗨，大家好，我是俊俊。大声一点，听不到。你刚刚那么大声吗？对，因为我们的收音就是很烂。大家好，我是台中基地的俊俊。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健康大使，来自台阳光酷儿中心啊、台南的小冯。嗨，是高雄吗？我是来自高雄的。盖，是高雄的阳光酷儿中心。哎呦，为什么是台南啦？好，高雄的小冯耶！嗨，大家好，我是小冯。好的，那首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 Hornet 健康大使呢？是怎样月付399，然后年付一个月只要变120，然后呢订阅可以随时取消的吗？不是。大声一点，我听不到你在讲什么。小冯，你说。不是啦，我没睡觉。你刚叫我说。健康大使就是我们可以一群，我们是一群负责分享性知识、性健康知识跟故事的一群人。你们拿 Hornet 的钱吗？没有，没有拿 Hornet 的钱，我们都是自愿性的。哦，自愿性的。那听说 Hornet 会帮你们上课，那你们到底上了什么？我们就上了一些关于 U 等于 U， 还有一些性传播疾病的知识。就是一些性病相关的知识啦，对，就是如何得到性病这样子，如何不得到性病，如何不得到性病。那现在我手中的呢是我们的 Hornet 健康大使，他的网路上，他的网页版，要从网页版申请，对不对？嗯，是。好，我们网页版呢，我们就来看看健康大使他这个分页到底写了什么。好，成为 Hornet 健康大使，你是否有接触过 HIV 的经验？居住经验或是有与其相关的传染疾病，我觉得这应该是 Google 翻译哦。啊 ，Hornet 健康大使是一有益的，二确信的，三不偏见的，四了解性有关的教育资讯。我觉得这还是 Google 翻译啊。健康大使会在他们的个人资料上收到一个徽章，就是呢，我们来看一下，俊俊辣宝贝的徽章就是下面这个，它会有一个。Health Ambassador 就是我们的健康大使，那因为他可能歧视会使用中文的人呢，他就只用英文来显示这个健康大使的徽章哦。不过你看到这个橘色的横条，就是他是我们的健康大使，基本上你只要有申请他就给过。那你有得到这个健康大使的徽章呢，那个 Hornet 或者是我们的新姿势就会跟你联系来做这些团康活动啊，或者是来上一些课程这样子。那我们期望健康大使能提供实质的帮助，并成为社区正面的力量。我不知道是哪个社区啦，对，我真的觉得不要再用 Google 翻译了。借由您的加入啊，我们能拉近更多使用者的距离，减少孤立，并鼓励开启与 HIV 逆筛或 PrEP 相关主题的机会。再跟大家讲一次，社群就社群，不要翻什么社区，真的是不要再用 Google 翻译。Hornet 加油！台湾区的总经理需要这个位置，不要再交给香港了。好，健康大使需要遵守我们的行为准则，并且尊重其他的伙伴。没错，在交友软体上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尊重的人，所以呢，如果健康大使对你讲出一些歧视言论的话，我们就告死他。好累啊，很棒，而且还要很大声那边吼。我好在卖菜，我好在卖菜。好，那就换俊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这是你交友软体现在长的样子。对，我现在。那这个 Health Ambassador， 自从你收到这个那个健康大使的徽章之后，有人跟你询问相关的知识吗？
没有，没有，真的就是没有。大家可能以为他只是有订阅的会员吧？对，可能把他当做会员的一部分。想说哇，好有钱哦，把你当成 Sugar Daddy。对对对对。啊，那你为什么当初想要申请我们的健康大使？没有，就只是我本来就有在一些同志机构当志工，然后刚好有空就参加了新知识办的 Honet 的课程，所以就是顺便申请这个会长。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在这之前就有在我的可能个人档案上面就会标注一些我可以询问一些 PrEP 啊、HIV 或者是一些性知识的问题这样。所以其实，在申请之后，就拿到徽章之后，对于普遍民众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大家很感兴趣的东西就是 PrEP。那你遇过在上面跟你咨询，不管是 HIV 或者是性病或 PrEP 相关的资讯的人，大家最常问的是什么？要去哪里拿 PrEP？ 要去哪里拿 PrEP？ 要去哪里 ？Where？ 那你会怎么回答？哦，我比较公版的就是，你只要到各大医院的感染科，然后挂诊，然后经过一些评估诊断之后，你就可以取得原厂药，但是原厂药的费用可能会比较高昂一点这样子。然后另外方式就是去特定的诊所，他们有配合一些药厂的计划，他们可以拿到一些促销。那促销其实它促销蛮大，它就是买一送二这样子。哦，那是第二。那第三的话就是透过其他的管道，像是新知识，就可以去取得 PrEP 的学名药，它就不会是台湾原厂，它就会是从国外去进口进来，可能是印尼或泰国，那它的价格就会低上。是原厂药师分级，你人很好，我都会说自己去觅新知识， okay， 不要问我， okay， 不要烦我。我还跟他们说配方怎么吃，真的叫他们自己去看新知识就好了，不要一直烦不烦，到底有没有要约炮？ Okay， 有哎，真的有哎，所以就是单纯就是把你当免费的工具人，然后我原本不提供一些性服务，我原本的定义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是你只想当工具人，对我给大家吃。那你会从中得到性快感？不会啊，我爱是性恋，因为我想要 dating 的对象，可能不会是这些的。OK OK， 那你想要对 dating 的对象是不好说，好不好说？小冯呢？你拿到不管是健康大使的徽章之前或之后，我也是跟俊俊一样，就是其实没有实质的注意说有很多人来问我问题，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这个 Health Ambassador 的那个 Promote， 也就是推广还不够多吧，各位还不知道说有这个资源可以利用，甚至可以透过我们来咨询一些秘赛的意见。对，那就是在之前你会收到相关的询问吗？你会像他一样在这里写艾滋匿名筛检 Hashtag 性健康咨询吗？还是没有，你就单纯把它当成交友软件？但就我也没有啦，虽然我们就算很常开了，哦，就常开，也是不用特别强调吧。我平常就待在那个阳光库的中心，也是一个同志健康中心。那我比较多是在那边去咨询一些人，给一些人一些相关意见。那来到阳光库的中心的朋友，大部分普遍最常遇到的问题是？普遍哦，有很多人就会打电话来跟我说，就来询问说。怎么样的行为会可能会造成艾滋？那我们只能说，就是透过邮体交换或性行为才会有得到艾滋的几率。那其余的一些像牵手、拥抱跟亲吻都不会得到艾滋的，都不会有几率得艾滋。那口交会有艾滋吗？口交就实际上来说，口交的几率其实很低，很低，多低？大约10%，非常低啊，大约1%吧。1%很高哎、欸。除非蛮高的。1%很高哎、欸，我吹100只屌就会得艾滋哎、欸。100只屌吗？1%啊。不是，我会讲到这个，是因为我是自己在同志热线担任志工嘛，然后我听他们接线小组，常常会。接到的一个电话就是，我刚才帮人家吹了，我会不会得艾滋？会，会，
你要先吃。你还会感冒。你要先吃一百。你还会怀孕。真的是不要再烦了。真的不要烦。应该这样讲，是食物上的口交被感染，或者感染给别人不确定的机会是很低，而且可能没有这样子的单纯的案例出现，大多都是有复合性的。例如他口交之后，他们接下来有做其他事情，他们有肛交、有阴道交，那他们可能才因此而感染 HIV。单就口交这件事情而言，他们是不太可能不会有机会去感染 HIV 的。好，那我们要继续帮健康大使做广告哦。虽然就是不管两位就是这么想嫌弃，Anyway， 就是你要两位要不要分享一下？如果今天有比如说三个点，你要推荐大家来申请我们的健康大使，想三个卖点，卖点对，就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来申请这个健康大使？除了有免费的食物可以吃啊，嗯，赶快想，好，一个就好，一个就好，一个嘛，一个。我觉得就是多摆一个东西，见面是感觉比较卫生一点。好看，你说多一个 title， 好像是对对对，多一个 title，哦，我很关心社区。对，那个社区的翻译呢，其实它应该是原文是 community， 应该是翻译成社群会比较好。我不知道它翻社区到底想干嘛，到底是什么社区呢？是什么福华社区吗？还是大安社区？ What the fuck 社区？ Hello， 拜托找个翻译好不好？台湾没有总公司就算了，找个翻译很难吗？ OK，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大使哈。那小冯的部分，你觉得为什么会想要，如果我们要把健康大使有一个卖点，就叫他说服来说？我觉得就是可以帮助到人的感觉就是快乐，所以就你可以多一个抬头来帮助。我们不是选美，我们不是选美，我们不是选世界小姐。Mr. Gay 台湾。好，能够多帮助一个人就是快乐的。那如果是你，虽然你就是已经从事就是算是性服性筛检性防疫服务相关的咨询了吗？是。那上次的上课，你会不会觉得哦，我都听过了，就没什么好上课？还是你有觉得还是有不同的交流可以分享给大家？不一样的交流啦，就像是他们会比较分享像学术的课题 ，prep 在服用上的用星做实验投药。那说他为什么会是这种吃法，是因为用猩猩实验，那几只猩猩在这次实验中得到了拉地，那就是从一个很学术面的角度来探讨一些艾滋的一些什么。你刚才是说那个动物的那个猩猩吗？对啊。会得到 HIV？ 会，因为猩猩跟人是差不多的动物。那如果跟猩猩做爱，我也会得到 HIV？ 对啊，救命啊！我没有跟猩猩做爱，先说，但是我觉得刚才是一个 breaking news。Oh my god！ 难怪，因为我之前看好像是国家地理频道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些动物的节目。他说，拍摄猩猩的摄影师，他们都会戴口罩，因为怕人的疾病会传给大猩猩。很多疾病其实人跟猩猩是不同。好酷啊 ！Oh my god！ 那人跟猩猩不知道可不可以怀孕呢？决战星球 ，Go！ 好啦，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时间？十分钟。好，要聊什么？聊你最近打过了一炮，好了，在红人上约到的。我没有。你没有在红人上约过？约到过？没有。后来都没有，现在没有。所以你现在要怪你自己还是怪 Hone？ 是我的错，是你的混下。没有啊，很有趣是会有人就是，他问东西，但是可能他知道我在吃 Prep， 我在档案上我会写说我要吃 Prep，然后可能就是早两年的时候，我在档案揭露我在吃 Prep 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就是一知半解。但到现在就是过了两年之后，我现在在我的档案上揭露我有吃 Prep 这件事情，反而会是有人来，然后他可能问一问之后，他可能想要跟我约，那他就会问说那是不是 Prep 到的？我真的觉得现在 on prep 已经不是代表你很安全，是代表说老子可以无套，来吧，宝贝。
就跟我 po 真的是，我不管在任何的交友软体，我都有写 on prep， 但是任何交友软体人家就会说你可以无套吧？我想说我是可以，但是我也可以有套好吗？就是不要把老娘想的那么单一，我不是那么单纯的女子好吗？那小鹏呢？你有在 Hornet 上约到？我已经很久没有性行为。你已经很久没有性行为，为什么？就没有，长得太丑，没有人要约了。但是有想要吗？想要就自己来，想要就自己来。所以今天看了直播，是大家怎么找到你？因为你没有一个这个印出来。要怎么找到你？想我就找得到我，想你就找得到你，好吧？可以去阳光酷儿中心堵他。对。但是也不要真的去赌，因为有点恐怖。你可以先打电话预约。你可以打到阳光酷儿中心，我可以坐坐台。好啦，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 Hornet 健康大使。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他们官网去搜寻，或者是你直接在 Google 上面打 Hornet 健康大使，就可以找到他的相关资讯跟如何Hornet 有网页版哦 ，OK， 就是如果你懒得在家里一直开手机的话，网页版也可以 FB 登入跟推特登入，非常的方便。像我就懒得看很多小萤幕的人，我就是手机啊、电脑边滑大萤幕的 Hornet， 然后手机边玩手游，赞，然后一边吃炸鸡这样子，赞赞赞，就是我的 Friday night。然后呢，你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健康大使，就会有很多的卫教相关的活动，都是免费的，有吃有喝有拿。因为就是赞助商有很多钱，赞，感谢我们的赞助商。那也希望有更多的赞助商都进来，没错，就是在讲你们那些很棒的赞助商哦。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任何卫教相关知识，尤其是性病相关的，其他感冒我们不管哦，都可以来我们的新知识传医的小房间。那新是新年快乐的新，知识爱滋的滋。是是知识的事到新知识传译的小房间，可以来找到我们所有的防疫资讯以及最新的活动，别忘了赶快去申请我们的健康大使哦。那最后两位有没有什么想要广告的，或有什么话想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没有，我们等你哦，快加入 Girls the Best， 赶快讲啊！我真的没有，有。你说大家赶快来约我泡，我是JUN2113 来，赶快 JUN2113 对，你只要大家可能不知道，搜寻你除了可以在那个 Hornet 上搜寻 hashtag 之外，你可以搜寻账号，所以搜寻 JUN2113 哎，二十五岁可以啦，可以试一下吧，台中的朋友干啥干啥，后被他干哈？阿俊辣宝贝等你哦。可以无套也可以不无套，完全第一。好啦，那就这样子咯，感谢大家的收看，拜拜。到底有没有收到音呢？我就觉得我刚去玩传统市场一样。他怎么用狠？Is a selfish not to be selfless when all I